来了！哎呀，我们这政协副令员呢，可把你给办来了。我呀，现在你找厂长报个到，现在到伐木区了，大家都忙忙叨叨的。哎，你们几个都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将军走啊！就搁这。哎呦，加把劲儿啊！哎呦，你是林业学院毕业的？嗯。这次分配还主动要求调到我们这儿来？嗯。嘿，你看人这觉悟啊，好样的。 是这样啊，原本呢，我琢磨着，想派咱们厂一个老护林员啊带你上山。哎呀，这都说好的事儿啊，这家伙喊了一上午，连个人影都没见。可现在是伐木期呀，抽不出人手带你上山。我自己可以的，我先去找马老师。你能行？嗯，好样的。 那个老马呀，这个人啊，脾气是坏了点儿，可人可是个好人呐。3年前啊，他那个儿子在山里头让盗猎的给杀了，之后啊。 他就一直待在山里头不出来了，死等着那帮盗猎的再出现。哎，这帮狗日的盗猎贼呀！你上了山啊，好好跟他相处一场，找机会也帮我劝劝他，毕竟人死不能复生啊。 我叫小谷，我是24节气的谷雨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员了。嗨，你也是林场的人吗？
哎，醒醒！你他妈的给我，给我起来！雷锋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给我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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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雷锋，在哪儿？说，说。一个好枪法，打中了嘿！赖狼，快拿！大哥，哎，给我！这熊玩意儿总算逮着了，害我们撵了整整一宿。郭哥长大，嘿，这回咱们总算捞着了。黑哥，好枪法，好枪法！中二了，好嘞！哎呀，熊崽子！哎呀，熊崽子也值不了几个钱儿。大的都死了，小的也活不成。走了走了，来人！黑哥，三宝，三宝，
瞧你衣服又脏了，上书了吧？啊！我就你这么一个情人，谁都不可以伤你跟浩浩。你要听话。 你和，你不是马哥吗？还活着呢？你像追命一样追了我3年，你累不累啊？啊？要不咱商量商量，你就放小弟一马吧，行不行啊？你儿子死跟我没关系，你这不是赶上了？ 就那么寸，你呀，你就得认命！啊！你打他！打！ 弄死你！这事儿了不了了，你就给我下去陪你儿子去吧！哎，都别动，都别动，快把人放了，要不然我就开枪了。老马，你不长记性啊，又带个熊孩子上山啊？我是这的护林员。 我已经联系过山下了，警察马上就上来，我命令你们，快把人放了！快跑！放人！领过来！别过来！ 我说别过来，我准备开枪了。干嘛？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 出来！大爷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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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开。回家，没事。娘，你没事的，走，没事，走，走，回家，回家。知道，知道，黑哥，知道，黑哥，那玩意儿太邪乎了，要不然我们就下山吧。跟我去找他们算账。不，那些是人呢，不是人呢，害了我弟弟，都得死。Thank you.
马老师，您醒了。这有什么钱的？换上。你的钱不顶事。哎。刚好喝酒。要想在这林子里待下去，就得学会跟大山打交道。谢谢马老师。别叫马老师，磕碜。那我以后也叫您老马吧。你叫啥？我叫谷雨，是二十四节气的那个谷雨，您可以叫我小谷。啊，谷子。哎，哦对了，老马，咱们是不是得赶紧下山呀？干啥呀？那天遇到的那些动物，一看就不是普通野兽，还有那些盗猎的，太危险了，咱们得赶紧去林场里报警。是你开的门？不是啊。往上凑，他好像受伤了，身上也有那个绿色的血液。哎，老马，你说你那个烧刀子的办法对他管用不？你魔怔了啊？那是人吗？我感觉他都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。老马，你想啊，那天我们被怪物袭击的时候，是他帮了咱们，要不咱们帮帮他吧？放个屁！你没看见那俩狗儿子在掐架吗？啊，就像老虎见了野山雕，那是在狩猎呢。对呀，就像你说的，他对我们根本不感兴趣，那些怪物才是他的目标，要不然我们早就被干掉了。再说了，就这些东西，能对付得了他吗？老马，要不？咱们试试吧。要是你自己试。这个是用来治愈你伤口的。我不是来伤害你的，别磨叽，再磨叽刀就凉了。上去亲自给他整一下就完了。我上了啊。
我们还得往前再近一点，赶紧嘁哧嘎嚓整完，要不然都该凉了。 这是地球，我们生活在这里。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。你来自哪里？你是坐这个飞船来的吗？不行，得换个方法和他沟通。难道他不是外星人？ 我们称自己为星际猎人，我来自遥远的星际。我们的使命：一是保卫领事，二是与苏迪重组战斗。老马，你真说对了，他跟那些怪物是互相猎杀的敌人。我叫小谷，他是老马。 Yeah!
小谷，我带你下山。
小姑，小姑，辛苦，小谷啊，哎，那个，你和老马就委屈，在林场待一段，等山上木屋修好了，你们再回去啊。没问题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老马，走了啊。也是不凡，这一趟一趟，老林子里头发现了这么多盗猎者的尸体，那些个玩意儿，愣是啥玩意儿也没留下。老马，你说他还会回来吗？谁呀？他呗。可别来了，我这老腰折腾不起。哎，别想那些没用的了啊！咱呀，该干啥干啥吧。哎。